我觉得亚文哥说的特别好，我们只是来学习和来自我提高的，我们作为这个新力量，对，希望能够给中国电影的未来增添一份力量，对，而更新的力量在这儿。鹿晗这也太可爱了吧，在活动现场遇到关晓彤还不敢往回看。在之前某一届中国电影新力量活动现场中，鹿晗与杨幂等人坐在同一排，而关晓彤则是独自坐在后一排，当时两人已经公开恋情，为此媒体记者都十分期待两人能有互动，但没有想到即便鹿晗在无意间回头发现女友关晓彤在身后坐时，他下意识反应够我看十遍，只见他立马将余光收回，脸上止不住笑意，假装很认真地回答记者的回答，随后还将话题引到了一旁的王俊凯身上，表示王俊凯才是中国电影的新力量。